张柏芝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回香港后的近况。当天她和爸爸一起外出，打算为父亲庆祝生日。41岁的张柏芝打扮简单，紫色套头衫搭配鸭舌帽，活力满满，精致立体的五官和年轻时毫无变化，搭配一头黑色长发嫩成18岁少女，气质清纯自然，完全不像是生过三个孩子的妈妈。他们当天去的地方也很有纪念意义，张柏芝透露自己身后的酒店是她曾经住过的，现在正在办嘉年华。在爸爸面前已经是三胎妈妈的张柏芝仿佛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小时候，她开心地和爸爸脸贴脸祝爸爸生日快乐。因为太兴奋，张柏芝还不停在爸爸面前调皮耍宝，发出哦哦的声音。张柏芝的爸爸面无表情，看起来已经很习惯女儿的抽风了。张柏芝也自嘲说，在爸爸眼里他就是个傻的，觉得我疯癫。不过这也能看出张柏芝父女俩的感情有多好。